弟走。送我回家吧。好的，李小姐，我们走。丽，真的是你，丽总，你们认识吗？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你认错人了。你不记得我了？小姐，下次少喝点酒。我没有喝酒，你就是丽。阮念初，你够了。你今天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这位是丽腾，你可以叫他丽总，但是不要套近乎叫什么丽。合同我带来了，麻烦你一定履行合约。现在学会游泳了吗？太遗憾了，泡汤了。是不是我下去捡了，你就肯来参演？你先捡回来再说吧。好，我去捡。王鑫，哎呦，快拍！这可是新闻啊！当心，多拍点。我就跟他开了个小玩笑，他怎么还真去拿了？合同我捡上来了，请你务必履行合约。其实我就是跟你开了个玩笑，没想到你真的下去捡了。好吧，
我答应你了，我自己答应的事儿呢，即使没有合同，我也会做到的。说到做到。怎么样了，小妹妹？刚才哥哥以为坏人偷看呢，一不小心给你踹水里了。一会儿啊，哥给你弄身干净衣服啊。哎呦，哎，你说说啊，是不是挺带劲的？像这样又白又嫩的，可真是不好找了。我要了。